福田在家自学班包本背诵录影，学生曾彦瑞，科目老子第76-81章，日期103年12月25日，星期四。第76章，人之生也柔弱。人之生也柔弱，其实人之生弱，何不知生柔退，其实也不搞。故今小人神之所柔得，神之所细，兵强不胜，不强则兵强的处下而虎上。第77章，天之大。天之道，其有加不与用人意，之下的举之有为众人之不知者不知。天之道，神有余而不足，人之道，神不然，神不足以奋有余。神的有余，否天下没有道者，是以圣人为之，是以圣人为不是。功成勿处，其不欲泄兮。第78章，天下莫柔弱于水。天下莫柔弱于水，奉天强者莫自能胜，以其无欲之入胜强，如胜根。天下莫不知莫以是以圣人于生活之垢，虽为圣君主，孰可不祥？是为天王见莫反。第79章，何大愿。何大愿，必有余愿，安分文下，是以圣人之所弃，而不得已者，久之弃，无得失策，天道无尽，成圣人。第80章，小国寡民。小国寡民，是有什么切不用神力斗士的物远行，虽有周瑜，无所从之，虽有甲兵，无所成之，人负点神而用之，用其实美金不爱其居，用其手力不相忘，既肯之爱相问，民之朝食不相往来。第81章，信言不美。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圣人不变，变人不善，智人不博，博人不智，圣人不积，既以为人及欲有，既以人及欲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，圣人之道，为不争。